太狠了，太狠了呀！大早晨，你看馕坑肉做呢，在那边。大早晨馕坑肉做呢，早餐就吃个馕坑肉嘛，一边抓饭有呢，吃个抓饭馕坑肉。抓饭。馕坑肉，走。抓饭好了没有？抓饭还没好。还没好吗？嗯。做好的有没有？做好的有。这是第二锅吗？第二锅。哇，这是第二锅抓饭，做好的有那是吧？做好的有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馕坑多少钱一公斤？馕坑一公斤100元。100元吗？嗯。做一公斤给我们。做一公斤先吗？现在。好。看一下。好好。我一公斤多一点了这个。对。一公斤就可以了，羊肝加一点给我们。主要是有一点几斤吗？哎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你们一天多少只羊呢？买的呢？10个。十只羊吗？15个，15只羊。10个，15只羊吗？刚好一公斤了，110块钱。做一下吧，那叫。哇，你看这肉还冒着气呢，今天宰的羊吧，这是一看就是今天宰的羊吧。给你加的羊腰子。羊腰子加了一个吗？嗯。新鲜的羊腰子，哎。这是新母，看母兔做的，母兔做的那个就不一样，哎。看是好多都是煤炭做的，他们都是母兔，母兔热的坑嘛，这是。可以了。哇，很热了，哎，很热了。这个盐水。这个要降温一下，你看。要泡一下这个皮子水，孜然有呢，孜然有，还有烤肉，烤肉调料也有呢，还有盐，泡一下就出来了吗？这个，1分钟了，一分钟就好了，啊，1分钟好好捞一下，哎，有没有了还？杆子有，杆子有呢，这是棉粉吗？棉可以可以，这多长时间好了？你看，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等半个小时。哇，馕坑贴肉，这是抓饭，抓饭。吃一下羊肝，吃一下吗？咱俩一起。羊肝煮一块儿，吃一下这个羊腰子。大早晨来个羊腰子啊，大雄鹰啊，一整天都是大雄鹰啊，新鲜的腰子，这是新鲜的腰子。嗯。你把留给我啊。哎，你不用吃，我看。这个馕坑贴肉啊，做出来有点干。我在喀什好像都没有吃过这种吃法，馕坑贴肉。有一家。我是没有吃过。这个比喀什的好吃，嫩。巴楚羊就不一样。特别的嫩，这个。巴楚这边的地都是盐碱地。然后那个羊吃那个草就是不一样，肉质就不一样，巴楚的羊确实好吃。而且我看他们用的都是小羊。对，我看也就15公斤左右的羊顶多。嗯。嗯，稍微带点肥肉好吃。嗯。这个抓饭24块钱吧，吃嘛吃嘛。是不是肉有点小？我给你夹住了。不不不。加入抓饭了，这个我也尝一下啊！我还喜欢他们的馕坑贴肉，来点皮子。嗯，大早上来个一公斤肉，哎，太狠了。巴楚这边就是特别喜欢吃肉啊，我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吃肉，原汁原味，就是没有任何别的调料的味道，稍微带点盐味，别的调料味道基本上就没有。抓饭肉也好吃呢，嗯，好吃呢，非常嫩，嫩不嫩？来，中国好媳妇儿，哼。最后剩下这个抓饭我吃掉吧，嗯。这个盘子都不用洗了，然后直接盛抓饭就可以。但是他们家抓饭，说实话，一般很一般啊。但是他们这个肉很好吃，馕坑贴肉这个很好吃，因为巴楚本身的羊肉就特别好吃，盐碱地的羊肉好吃的。走吧，好，走了。我们今天这一天啊，就这么开始了。这一顿饭我感觉都可以订到晚饭，对，晚饭都不用吃，我感觉走。